小咪，我打算让你下去一线，找一家经营状况不佳的宠物医院。我叫甜甜，田林是我爸大半辈子的心血。我正好有一个计划，可以帮你们一把。以后田林变成什么样，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我甜甜绝不会为你这五斗米折腰的，还想让田林变成你赚钱的工具，没门！ 全部开除，一个都不要。那你就先开除我。像你这种自私又冷漠，连个朋友都没有的人，你压根儿也理解不了。你这个人趾高气扬、蛮不讲理，我最讨厌你这个样子了。对，不是你的好友把我给删了。他一天到晚就知道给我出难题。这个是我的化妆水。谁让你随便碰我东西了？ 咱们作为一只狗，要有狗气，你怎么能吃别人给的东西呢？给我，你给我！你抢什么？这是我的。我只是给他的。你也看出俺这关系不一般了？你不会是对我图谋不轨吧？你瞎说什么？你是不是也喜欢甜甜？我真的觉得沈立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在乎你。 心里怎么想的，你就怎么做。甜甜，我喜欢你。谢谢你，在田林最危难的时候出手相救，帮医院度过了难关。奋斗，奋斗！我比你更先放下了过去，所以这个赌局，我赢了。 以前的我没有什么权利去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，但是现在呢，我想为你试一试，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恐怖片儿，那气氛很重要的。